它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贸路线，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次杜卡迪 MTS V4 兰丝路之途摩旅历时两个月，骑行10000多公里，横跨5省，穿越2000年的历史，探访戈壁、草原、热带雨林、山城，感受中国多元民族文化与风情，寻找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印记。异域风情的云南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彩云南下，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多样的雨林植被，总让人不禁想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很多人会把我框定在所谓的车评人，但其实我现在理解我自己所做的事儿就是分享，分享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和我所去到的一些地方。我每年在家的时间比例是很小的，我可能1/5的时间吧，谢谢，是在家，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外边各地跑。之所以这次还会来到西双版纳啊，对于骑行来说，整个西双版纳这个地儿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路况的条件呀，然后包括你可以去感受到的人文啊、民族的一些特色呀，给你的这种感受不仅仅是在路上。哇，是不是特别的壮观？这个呢就是大金塔了啊。要说这个位置啊，其实它应该算是整个景洪市的佛教的总佛寺，而这儿呢就是掌管着整个景洪205座寺庙。然后身后的这个大金塔呢，它的高度是66.6米，寓意是什么呢？一江连六国。而这一江是哪一个江？就是澜沧江。来到了西双版纳，一定要过来看看，因为这儿有着整个西双版纳最为丰富、最为全面的热带植物的品种，同时这儿还引进了世界各地热带的一些植物种类，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在一些核心区，你真的还有可能看到像长臂猿这样的野生动物，这你受得了吗？另外在这儿呢，就是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植物的现象，那比如说能承载住一个人的这种王莲，还有角鲨呀，你受得了吗？我得去看看。你看我们这边高温潮湿，然后种子啊容易发芽，然后长出一个小树苗，长成藤状，长成网状，把里边的树抱住，最后都会把里边树给抱死，勒死抽干，勒死，对，所以叫绞杀啊，对，好形象，勒死的。因为就大概这样。我的天哪，这太夸张了。其实这儿本来是有一棵很粗的树的，对，就没有了，绞杀，我都看傻了，你受了吗？我真的看傻了。另外我还有在那儿就看到很多那种昆虫，也是我不常见的，比如说很大的那种蝴蝶，然后还有就是我第一次也知道在雨林稍微低洼一点的地方其实是有螃蟹的，你受得了吗？然后包括各种毛毛虫啊、马鹿啊等等等等，各种我眼睛都不够用的。村寨那天实在是太开心了，真的去到那个村寨里边大门的时候，哐哐那两盆水实在是太过瘾了，本来就很热，这两盆水呢一下就给我浇凉快了。可能大家没理解啊，就是我刚一进到这儿的时候，哗哗就两大盆水泼过来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来到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傣族村寨。那么说到傣族，你肯定知道泼水节了，你身上被泼的水越多，说明你得到的祝福呢也就越多。那像刚才我进门的那一刹那，哗哗两大盆的祝福，怎么样？羡慕不羡慕？嫉妒不嫉妒？米米，金米那米南，米南金米那
这是绕口令吧？您完整的说一下，我觉得这是傣语的绕口令。傣语这个事儿呢，这个就跟让我重新从波泼摩佛开始学拼音一样，那个确实有点难度，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是吧，我承认这个我这个嘴是比较瓢的，也不是瓢，是比较笨的。据刚才老师说，傣文其实有2700多年的历史，就是靠这样的这个方式来传承下来的。傣文的杜卡迪啊，然后底下是汉文的杜卡迪，放在这儿把它晾干一点。啊，这个，嗯，新鲜的，刚摘的。在村寨里的吃的这顿傣味的饭，应该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正宗的、最原生态的一个傣味的这么一个饮食。刚抓的。对呀。啊，不香。这倍儿腥，倍儿什么倍儿腥，倍儿香。哎。这看着很香，我现在很想咬一口，你受得了吗？我挑战了很多这个以前不太敢试的东西啊，这个比如说炸的那个蚂蚱，对，这个其实口感挺像虾米的哈，就是闭着眼你不告诉我，我吃下去也还 OK。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用生鱼还有生的牛肉去腌制的一些，还有包括他们自己酿的那些酒。篝火的时候其实吧，你看这个有节奏感的东西我是能搞定的，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跳竹子那个舞，这些我是能搞定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慢慢你摸到它的规律之后，就是右左右左右右左，对吧，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但是你知道那个跳舞那个事儿，我就不太行了，而且甚至最后跳到一顺边了，那就好奇怪。然后其实最有难度也是他们都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就是舞那个剑，或者叫刀舞吧，叫什么，那就真的是难，这个我来不了。这一趟下来，那我基本上把西双版纳很典型的天气都感受过了，下大雨有，真的是近几年啊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当时全身都被打透了，外边的温度我看这上面表显是大概20度左右，大太阳照着也有，我觉得挺难得的。这台车骑行感受我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而且其实你看我以前不是说经常的骑这个摩旅车，那一下上来就骑这个，真的我觉得把我的感受的这个级别拉得好高啊，因为这台车给你骑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轻盈，虽然它有170马力，但是它让你非常容易上手。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电子系统，比如说 TC，那有时候在咱们走的那些泥泞路况的时候，你后轮很容易打滑，那这个时候就靠很敏感的一套电子系统来帮我去抑制这种打滑或者失控的可能性，这你受得了吗？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功能。我跟摩托车打交道的时间其实是比汽车要更长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了，我会更把摩托车作为一种去寻求刺激，去挑战一些艰难的路段的这么一个工具，它已经就变成了一个你肢体的延伸性，所有的这个感受我都是第一时间能让我的身体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特别喜欢。